主播69岁的阿根廷现任副总统克里斯汀娜，在当地1号晚间，在自家门口差一点遭人近距离枪击。画面上看到，顶着一头红发的克里斯汀娜在家门口外和支持者打招呼时，人群中就突然出现一只拿着枪的手伸出来，对准克里斯汀娜的头，吓得她当场抱头蹲地。特勤人员呢，也是立刻上前制服嫌犯。涉嫌袭击克里斯汀娜的男子来自巴西，35岁，目前犯案动机不明。不过克里斯汀娜在2007到2015年担任总统期间贪污，是否与此有关呢？还有待调查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